昨天不是网上买了只羊那个烤羊翻车了吗？老丈人看了我的视频以后啊，又给我送来一只羊啊。OK， 今天咱们就把它烤了。咱们先把小羊给它腌制一下。那咱们切点这个洋葱。然后准备一根大葱，我们给它切成这种斜刀马蹄片。稍微切点这个 小姜片，再来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熬点葱姜水，小盐，小火咕嘟15分钟啊。咱们给它腌上2个小时啊。接下来咱们小架架给它放一下下。水和风和天地。咱们小羊上口架，这不拐子就上的，拐。羊肉烤的差不多啊，咱们接下来给它改刀。这味美香甜一把盐，咱们开始咱们的撒盐。咋撒的哥？陈老板亲自下场教学啊！转转转，76、79圈。好，盖盖。没事。咱们把咱们的这个秘制散料啊，直接往上撒。80，80，80。啊，那个掰的，这那房子不就还得还给你上吗？这掰坏了。破，打那窗子也破。那个终于搞定了，今天就我的两个好朋友过来一起吃烤羊，然后咱开动吧，大强哥。好，开启。我大强哥的夺命剪刀啊，先给八总来一个。割手来着，我手不要不就选择不走，他有的是去。好好的，我都要遵从你上手来着。能大吗？这比脸还大，简直不靠！这对于我的这个身子怎么大？可吃，大强哥开动吧。味道咋样？嘎嘎的，嘎嘎。还会不会倒在这个？嗯，咋了？不要吃爽。我也想看。妈呢？然后给你做饭。嗯。干一个。干一个。别了。嗯，这。